咱顶界讲耶稣基督，即、这个受胎羊羔开始开四个印，唔知你会记哩？开四个印的是造出来是啥物货？四只马对不？啊，甲四个骑马的人，咱会使来复习一下 review。这四只马代表四个灾厄。第一只马白马是利用政权来统治这个世界。第二只马红马代表是战争。第三只乌马代表是饥荒。第四只是一个灰绿色的马，代表是死亡，包括战争、饥荒、啊加瘟疫、啊加猛兽，这是这四只马。第五个印竟然是无马，是一个祈祷。第六个印阁是另外一个祈祷，所以咱今日要看的是第五个印，阁来第六个印，因的祈祷无共伫倒了。因为天变地拍吼，咱北京话讲天翻地覆，发生安尼的事，大家拢会祈祷。唔然你看，九一地震一定作人祈祷，无管是对妈祖、对上帝、对啥物人，因为唔知要安那，物件拢直直落落来，大家会惊。啊，迄届地震会比九二一搁较厉害，那照圣经所记载。啊，伫迄个以前，伫天顶有一个大的祈祷，迄、那个大的祈祷是足侪为着信仰。牺牲性命的人，伫遐五祖祈祷，因徛伫天顶的祭坛下面，为主顺道的灵魂，以五创造主来祈祷，求上帝甲因心脑回弯。总是第六个因开的时，是住伫地面上的人去秘伫山洞内底，这个人是孤绝信主的人，因是五受创造的石头祈祷，五万个当解压起来，唔免去面对上帝受气的面。所以这是两个完全无同款的祈祷，伫两个印开出来，看起来是安尼。咱小块来看这个用画这个漫画吼，卡通来描写这七个印。The Seven Seals of Revelation。
所以这个底片我们看起，第五印是天顶的祈祷，第六印是地面上的祈祷。在这两个祈祷的中间，地面上发生足大的变化，不是干那地动那点。咱看到的月亮、日头、星，拢会大变化。我相信不管什么人，看到安尼的时，一定想阿达要安那，代志那会变甲这款情形。咱来看天顶的祈祷。伊讲，这个人是伫这段下面，这段下面，这段就是上帝要花甲摩西讲，伫会幕的头前要有一个这段，受台羊羔烧伫这段顶头，因的血就流伫这段下面。所以这段下面是奉献牺牲的人，伊的性命，血代表性命，血。也伫会幕段的周围，就是这个周围下面这个所在。第二，这个人是为着做见证，为着主的道牺牲性命的人，叫做殉道者。所以为着上帝的道，为着做见证，受胎的人的灵魂徛伫迄个所在。啊，中心的见证的安提帕，这是启示录，吼，破判启示录2章13节，受胎。为着信仰，牺牲发生伫巴加莫教会。伊伫遐祈祷的对象是叫做圣洁真实的主。这个圣洁真实的主伫启示录腓立特腓教会遐讲，讲写批予腓立特腓教会使者讲，圣洁真实摕代笔的锁匙，开无人关，关无人开的。所以这个讲是主耶稣，所以因是用主耶稣发出因的哀求的祈祷。伊讲祈祷是讲，你若唔审判住伫地上的人，什么人是住伫地上的人？英语叫做 Earth Dweller。噶唔是包括基督徒，咱拢住伫地面上吗？你若去注意去看，启示录咧讲这个住伫地上的人，意思是讲地球是因的永远的家乡的人，伊是永远住伫地面上。伊无期待将来可住去天顶的人，就是伊无期待耶稣基督继续跟伊有关系的人。所以，唔是即马住伫地上的所有人，是把地当作永远的故乡的人，叫做 Earth Dweller。所以，上帝过来的是这些人是拒绝，因为拒绝上帝的救恩。伊讲，阮住地球就好啊，你有天国去领导的代志，是这款人。所以，唔是所有的基督徒即马伫地面上拢是，伊这是特别一个名词，叫做 Earth Dweller 哈。这些人在地面上享福，伊感觉安尼就好啊！我无需要救恩，我无需要，无需要耶稣，所以伫遮启示录13章第8节讲，住伫地上就是名对创世以来无记伫受胎羊羔的性命册人，就是拒绝救恩的人。咱基督徒嘛住伫地上，总是咱无感觉地是咱的故乡，咱是人客，咱是寄居的，咱其实是一个天顶的故乡。所以今仔日伫地面上有两种人，拢住伫地球，一种是甲这个所在当作暂时爱过路的人客的所在人，一种是甲这个当作永远要住伫遮的人。永远要住伫遮的人，就对遮个甲今仔日伫地面上当作过客的人，就会甲迫害。即是迫害的人牺牲了，就甲上帝祈祷讲：你若无替阮伸冤，因遐个人甲阮欺负、甲阮抬死，你若会直直放咧无处理咧？冤枉给人抬的人会跟上帝要求伸冤，第一个是阿伯，有人兄哥该问跟抬死，因为他的信用的关系，他做了好，上帝会立他的信用，结果他牺牲，他的兄哥做了不好，现在上帝没给他接纳，他总要给他打死。所以要花跟该问说，你做什么事，你的兄弟的血有什么对地方我爱救。所以为着他的信用牺牲性命的人，会用上帝讲：我留这个血的冤，上什么时阵，你要替我来报仇呢？所以问的是讲，要等偌久？因已经等足久啊，所以问上帝讲：到底等偌久？但你看到末世时，嘛甲上帝讲等偌久？这是迄当时的一个影像。有一个徛伫河水顶头穿细毛衣的，就是这个，讲这个基耶稣要到当时才会应验。我听见迄个徛伫河水以上穿细毛衣的，仰天举起正手甲倒手，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就怎讲？爱到一年、两年、半年，你会记得就是迄个3年半哇！
就像你讲的迄个末世的迄个大灾难的时的迄个七年的后壁，迄三年半久，伊讲到迄个时阵才应验哦。这是但伊哩咧问上帝的时，上帝讲一定爱到迄个时间。伊这两边有天灾，咧问中间这个就亚手讲，就是爱等到迄个时阵。就一个人嘛咧问上帝讲 ，How long？ 你哪会无要进来？主要说基督哪唔进来？结果主就甲伊讲。恁搁等淡薄时间，我予恁一领白衫穿。上述这的这段下的人，一领白衫。你会记哩，撒得教会，迄阵啊耶稣有讲，讲因呐穿白衫，甲我相夹行，因为因是配得过德性的人，就会当穿白衫。所以这的人是为着信仰牺牲性命，因是一个德性者。然后甲因讲，你搁休淡薄时间。这是但伊咧祈祷的时，上帝嘛安尼甲伊讲：你去听候结局，你爱安息，到了末期你会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所以换句话讲，上帝爱遮的人讲：搁等一下，卖急，时间到我会处理，我会互恁啊，这个受人台湾，我会替恁报复。啊，什么时阵到？就第六因的时就到了。上帝甲这人讲讲，爱听候这个顺道者的数目满，做伙做萝卜，甲因的兄弟受胎满足了数目。你若去注意看希列文的圣经，无这两个数目，就是讲你听候，甲恁同款为着信仰受胎的人满了后，啊，就像受胎的人应该是数目吧，数目是。凡英语甲凡中文的人，甲听起，所以关于这里“满”有几个意思，等下我来解释吼。这是翻译的人加起哩，伊敢讲，等候者的，等候甲满，甲富尔甲满，啊，到底是虾米满？伊希伯来书有讲讲，因要无得到所应允的，因为上帝替咱备办搁较好，互咱甲伊做伙当得，才不能完全。就这满就这个完全 fulfill 吼，会当完全。这是天顶的祈祷，咱来看地面的祈祷安怎祈祷。耶稣基督开第六个因的时，开始发生大地动，所以九二一是予咱一个足深的印象吼。啊，迄当时啊，就是大地动，第六因开的时，第一个产生的就是地震动啦。根据诗篇十八篇所讲，就是上帝受气的时，地就震动。唔那震动。日头煞乌去，有人讲是你地震火山爆发所撑起来迄个物件，甲规个咱的空气拢炸起，所以看起来日头是乌的。这一种讲法，一种讲唔是，是天上佫另外有代志。所以这有两种无同，就是讲地震的时，日头怎啊看无乌去，敢那日食日全食。啊，咱的现象是讲摸薄，乌敢那摸薄，啊，这环境无好吼。迄个字，就是英语叫做 sackcloth 哈 ，sackcloth 就是。恁家有人死人的时候，你穿伫身躯迄领乌布啦，也是讲盖伫棺材顶头迄块乌布，所以迄是迄个吊丧，就是拄着丧事艰苦的时候所表示的迄个意思吼。所以日头敢若拄着丧事的意思吼，敢若那讲披麻戴孝吼，穿迄个乌的布盖伫遐，日头去乌布甲包起来。唔然呢，月娘敢若流血，吼，所以日变乌，月娘变红的。有人讲这是迄个火山层吼，引起迄个看起来月亮煞变色去，满月变红，亲像火。伫用尼斯马来讲，日头变乌，啊月亮要变火，这是要花大通惊的日子，要未到以前。后来日头乌去，月亮红去，啊星嘞星落去吼。有人讲那是陨石啦吼，就是讲哦，物件对天顶滴滴落来，啊大家足惊。真侪星，敢若无花果树去互风摇，全爱直直落落来涂骹同款。伊讲正星对天顶对落，天色拢要震动。搁较奇怪的是，天顶日头乌去，月亮红去，星落来了，这个天敢若一块迄个布，中间去互刀仔挂开了后，迄敢若人讲啥卷轴？你知古早人的车，毋是一本是卷的对无？更会开开，即马切开了，伊跩劈一下，跩跩跩更会两边去安尼吼。
天煞全开去，啊开去看到啥？看到上帝，哦，啊所以大家就惊，大家要避，因为上帝受气的面开始要来审判，意思是讲，本来天，咱的天甲咱甲上帝隔开，迄个疆场甲一块布地啊，啊全一块刀啊甲刮开，啊迄个布全劈者，全走去两边去，所以你看到是上帝本身，迄个彰显伊的愤怒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画图的人就是讲，这天呢，敢那只挂开，啊，怎啊一人跟一边去吼？讲天受牵线，敢那输管，这个意思吼。跟起来，所有的因为一个跟进人，天啊、月亮啥拢对你走起啊吼。所以下骹是地动，顶头是天大叮当变色，那咧山刷的刷位吼，地动甲山的刷位，拢依山倒海吼，山岭海岛拢会刷位。所以上帝受气的时候，会把山翻倒，会把地震动，地的条啊就会摇颤。所有的人，全拢走去，山洞内底去避起来。像当惨啊，啊，就轻轻避起来。啊，不过你知影山内震动，你去避伫山洞内底，嘛有可能崩落来吼。都是因在要去避伫倒啊，拢走去避伫迄个山洞的内底。你注意看吼，做王的，做大神的。有武力的、好嘢的、用的，啊，甲做奴才，甲啥？意思是讲，甲迄个时阵，你做啥拢无重要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你手头有偌济钱嘛无效啦，啊，你手头有偌济力嘛拢无路用啦，因为甲即款的天翻地覆的时阵哦，大家拢是一条命，啊，大家拢要走命嘛吼、哦。所以这些讲无论啥物人做奴才、自主的吼，啊，君王啊、大臣啊、将军啊、好嘢人啊，哦，真用的啦吼。哦大家拢同款，拢去秘伫同一个山洞内底，这叫做伫即款的下面哦，世间人的啥物分别拢无意义啊，拢同款，大家拢惊，大家拢藏入去内底，啊藏入去惊，你知影无？你藏伫遮吼，你藏伫内底哦，你还有一个山洞还有一空对无？啊上帝呐起来的时，想要去空顺煞有人甲你扛起来，啊若无你藏伫遐哪有效？吼、哦、对无？你头前有一个山洞空嘛吼、哦，所以因的祈祷是讲。拜托的，一粒石头拄好连落来，把这个山洞的坑全盖起来，你知无？安尼我就安全了，我就唔免去看上帝要审判的面啊！所以隐秘底下感觉也无够吼，入去山石洞，入去土穴，为着要闪避妖怪的惊吓。所以秘底加了后，最后就即坑边啊！所以就祈祷讲，想好一粒石头，把这个坑刷个盖起来，安尼就安全了吼。所以伊这个救山岩到底辛苦，唔是要甲地死哦？倒伫我的身躯，意思是讲，甲我盖起来吼，伊是要避。你看《何西阿书》十章八节，安尼讲，对大山讲也盖阮，对小山讲倒伫我的身躯。所以倒伫我的身躯的目的，唔是要自杀，是要卖予上帝，卖去看到上帝面就好。因为上帝公义审判是真通惊，因惊是看到这个受台羊羔的受气，因要闪避的是羊羔的愤怒。把阮藏起来，会当闪避一波折的面目，甲羊羔的愤怒。你会记阿东侯啊犯着的代志了后，上帝要来找的时，因嘛是同款，惊见上帝面，就藏伫园啊内底立起来。到尾啊，人类嘛是同款，用这个方法来闪避上帝的审判。好，安尼这两个基督有淡薄啊熟练的架势，咱会当学习。第一个就是咱的见证。圣经安尼讲，上帝的刀，甲为着做见证受台，所以受台的人有两个动作，一个是上帝的刀，一个是见证。咱是用咱的嘴来讲出上帝的刀，咱是用咱的脚来画出见证。这两个爱配合，才是有规律的见证。约翰伊家己安尼讲，伫启示录开始，约翰是恁的兄弟，甲恁伫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有份，为上帝的刀。为靠耶稣做的见证，即嘛讲上帝刀做的见证，捌伫迄个观摩的海岛。所以我过去讲，咱教会呐入去神堂了后，咱呐对咱的社区有产生什么影响力，咱就爱肯甲上帝的道理讲清楚，咱就爱肯行出上帝的道理。你的言甲你的行爱一致，你才有迄个气力通去做见证。唔呐安尼，有个人安尼做见证，上帝就互伊亲像约翰一直活甲足老。总是有的人安尼做见证，伊就互人杀死。所以有的人是活着做见证，有的人是死去做见证。真趣味，这字的希腊文叫
马杜瑞亚，马杜瑞亚翻作咱的中文，第一个就是见证，第二个就是顺道，拢共一字。所以有的人用活来做见证，有的人用死来做见证。这个老约翰就是用伊的性命，用伊的活做见证。彼得互人道定是理解，是用伊的死来做见证。那为主活是叫做见证，那为主死就叫做顺道。意思伫上帝看是同款。保罗安尼讲，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叫基督伫我的身上照常显大。那基督伫咱的活命会当显出阳光的时，咱若活就是见证，咱若死就是顺道，是共一字的意思。所以无管活无管死，咱拢会当为主做见证。这第一个，第二，就是咱做为主做见证，一直到完全是啥物意思？他拄仔咱伫圣经讲讲是受膊完全，即系为主牺牲性命的人，即个见证，讲共一字嘛吼，为主见证还是为主顺道的人。爱当个数目完全，有人讲这个完全无一定是数目，因为数目是翻译才加起来。这就是咱读拄来圣经吼，当做仆人甲因的兄弟，亲像因受胎满足数目，加这个数，那数目卖去叫做满足还是完全？第一个啊，这里字就是叫做 plero 吼 ，plero 就是 complete， 安尼尔吼，就是讲受胎，然后伊就讲 plero 就是完全。第一个是咱若为主活，还是为主死？咱经过这个苦难了后，咱家己会变完全吼。在苦难的中间，咱会受成全。所以每一个为主见证的人，伊愈为主见证，无管伊嘴讲，无管伊生活所行，伊家己的生命就愈完全。所以这个完全是见证者本身完全。第二，若是咱有这个好的见证，咱的教会会受完全。所以个人的真性是第一个完全，第二是保罗直接讲，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，为着教会在我的肉体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。今日第二堂的是咱的基督会会来做见证啊。过去因拢是派人来讲啊，恁安那本圣经吼基督会。啊，今年特别因无派人来讲，因家伫美国的一个囡仔，啊，伊安那好，家家内底粪扫桶内底一本基甸会圣经，把伊的生命改变的故事，啊，提出来给大家看。我相信以后你若有机会看到的是，你一定会心受激励。就是讲，有一个人，伊的生命因为上帝多，伊的生命受改变的是，本身系有规个教会的姊妹。受到激励起来讲啊，咱唔得唔好想讲，咱安尼献淡薄钱啊去上圣经拢无路用吼。有当啊，你看去，这款的上帝的开力，伫一个人的身上改变的是，你会受大诶足大诶鼓励吼。啊，这规个教会受造就起来。所以直接讲，我那阵有人为着伊的信仰欢喜受苦难的是，唔乃伊本身受完全教会，嘛会当得到完全，是伫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，所以教会会当变成圣色。我相信今年咱的这个东北角的福音队啊，甲这个泰国的宣道队，因回来啊，分享讲因伫遐上帝安那甲因用。你若有来参加迄个祈祷会吼，你虽然无去，你的信心，你的迄个爱宣道的心会受激励起来，会受建造起来。所以咱一间教会呐，就有人愿意为着信仰付代价的时，规个教会会受造就。唔然安尼。我感觉上帝上大的意思，唔是干那为着这些受苦的人，还是为着教会，是为着遐外口要无机会信上帝的人。因为有人为着伊的信仰，还付这大的代价。外口的人，有人因为安尼会感动，讲安尼我嘛要来信这个耶稣。这个才是上帝的心意。啊，无教会更加完全，啊你更加完全嘛，干那你那听。伊的目的是，唔望第六个因开开的是，地面上已经无earth dweller了。无人都爱惊遐去藏伫土坑，我望所有的人拢是基督徒，总是心是安尼，就看咱欢喜去做，为着咱的信仰来做见证啊无？所以耶稣安尼讲，讲末期什么时阵来，是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。所以这个做见证，就爱做到万民拢有听到的是末期才会来。啊，这个末期吼。上帝之意是要爱透过基督徒因的嘴所讲，因的行答，
会当做水的见证，吼，遮个人有机会，唔免甲地人引开的时，来底下覕伫石坑来惊吓。英语叫做 Tear the end of the world。我想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地球，就是叫做啥？地面上迄、那个距离的意思，是讲一直甲地上结头的所在。啊，第二个意思是时间的意思，就是讲当咱甲福音见证甲地球的上角头的时，就是规个人类历史到结束的时吼。这个 end， 一个是special geographical， 是地理的 end， 一个是时间的 end， 就是咱这个世界当时要结束，就是当咱甲福音做见证到地球的上极端的时，迄阵就是咱结束的时。因为到迄个时阵的是全世界拢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福音，拢有机会看到基督徒的见证。所以那阵上帝要关心我，因未使讲我唔知。我想上帝的心是第六个因开开的是地面上已经无人去覕伫石坑，总是爱靠咱欢喜来做见证，欢喜为这副代价。直到地极万民，第二个意思是直到世界末了。咱教会建新堂的时，就一直咧祈祷讲，到底咱入去新堂了后，上帝要咱教会做的是啥物事？我想绝对毋是讲咱逐个欢喜甲当去享受已经新礼拜堂。当然，咱礼拜堂去后，咱当去当享受，这都毋免讲，对无？吼，甲本来安尼继续好势，这是事实。总是上帝应该有搁较大的意思。透过咱的教会，因为空间的限制已经无去了后，咱搁较欢喜伫上帝国度互伊使用。较欢喜为着咱的信仰来活出水的见证，所以咱的外顶委员就真努力，开始计划，为即马开始过来几年，咱的宣道的时间要安怎推展？啊，咱今年就是叫做 M1， 叫做 M1， 十月二七要开始，啊，即个用予大家报名，总是予因真艰苦心事，无几只猫仔报名。已经报名，我举手我看卖，我已经有报名，家己知影嘛吼。好，无举手的，请恁等于祈祷啦吼。二七就是后礼拜年吼。二六是要去看 I M Church 啦吼。二六、二七、二八，吼，咱教会是二七啊。拜五要去看人一间，然后一间教会较特别，用现代化咧宣道吼。甲大家鼓励吼，你敢无法度伫迄礼拜周末？来看人北京教会对上帝领受的是甚么款，因安那做见证。啊，你报名爱立100块，鼓励大家等下来当，你尽量去报名。你若真是有多还袂当来，我会当了解。总是卖因为忽略，卖因为讲海多外顶的代志吼，迄毋是我的代志，安尼来忽略过，安尼真无知。因为咱规个教会要同步往前行，真做主的好见证，咱都要先去看别人。吼，即马伫台湾别个教会，人因即马互主安那鼓励，因咧做啥物代志？咱了解，咱才会当参详啊！咱家己要做啥物代志？吼，所以甲大家拜托，我望大家努力。个另外一个要拜托的，就是咱真正教会有咧做的，就是咱有去台大医院，即马一年两拜去唱歌，做见证遐个大医院患者听。我就想起即个林志伟，唔知你有人会记得伊无？会记得伊个牙照？林志伟，这个人是香港人。啊是放荡仔，食毒，啊尾也着癌，家己一个单过一个，拢无亲人，啊真可怜。那迄癌走去骨头，伊搁住伫个，就即马大家讨论讲住伫迄个无电梯的五楼，啊干那要看病，爬袂落来。咱去解传到音了，伊听到，伊就足感动。伊讲伊细汉有幼细，总是拢离开教会放荡，伊想要回来，总是无方便。咱教会就开始有一定兄弟姊妹有负担陪伴，一直甲伊离开世间。我真感谢上帝，我予咱教会有机会对这个真困难的兄弟顶头学习，什么叫做做见证？做见证绝对不是讲用嘴讲啊，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，迄当然足好，总是真正欢喜陪伊走过这个困难。啊，这是咱去台大病院做见证落来。最近一个拜过，咱的外电委员呢已经考虑要甲这个甲代代讲，我无法度做，因为因做无同工。你敢有感动？一年两拜那听，讲好啊，啊无我来斗唱歌，我来斗招人吼。吼、哦，我若袂晓，我袂晓讲话，无至少我斗唱一条讲什么平安啊，是耶稣听你安尼的歌，应该是会使哩吧？一年两拜，敢遐困难？
困难到咱的外省委员会考虑爱甲停掉，我是感觉真无采，因为台台病院咱有法度入去，因为过去到人底下顶顶吼，咱甲台台病院有较特别的，我嘛是台台出身的嘛，所以甲和平教会真迄个直直唔望咱去，有一寡路知识的问题，咱甲伊参详啦，有一寡吼、哦、当时去咱较方便啦，即爱搁考虑。总是咱若即马甲停掉去，我感觉是足无采，所以嘛甲大家拜托，若是你有感动，你甲正正牧师讲，讲我会当来，我至少一年一拜嘛。哦，我迄暗卖食饭嘛，我囡仔我就过来啊，就甲遮个大院的患者，甲因安慰一下，甲因祈祷一下，我敢会做袂到咧？啊，是咱忽略，大概周报咧顶的是咱无人咧注意，是讲啊，迄个因外店咧做的代志，咱无感觉迄是我的代志，也是讲我会当参与嘛。哦，我希望上帝伫咱的中间会感动人啦，万免济啦，差不多十个人就足济啊啦。啊，那有人，咱这个工课当继续做，小夸小夸啊，用这个大医院的患者来做见证。最后要讲杨哥，一般咱想起杨哥，未想起受气的杨哥，咱拢想到温柔的杨哥，因为杨哥甲受气敢那连袂起来，总是伫遮咱看起是一个受气的杨哥。杨哥有两个角色，一个是第一摆来的时是受胎的杨哥。第二届来的时是受气的杨哥，是七个角，七对目睭，大家惊爱闪，因为伊是愤怒的杨哥。所以第一届来的时，约翰讲看上帝杨哥赌气，还是背负世间人罪孽，这是温柔的杨哥的形象，这是咱今卖形象。总是第二届来的时，就是要审判，审判的时就不是温柔，审判的时是公义，对罪人是受气的，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所以我过去讲，背负罪孽的羊羔，甲审判罪人的羊羔是无同款，是同一个羊羔。总是第一拜耶稣来的时是这个受胎的羊羔，第二届耶稣过来的时，唔是受胎的羊羔，伊是受气的羊羔，伊要来审判。第一届来的时是温柔下面饶恕，第二届来的是受气公义要报应。咱也伫第一届来的时。咱用感谢来领受伊的恩典，咱就毋免伫第二届以来的时惊吓来闪避伊的面。最后我的结论就是关于这个秘伫山洞内底，因最后一句话讲，什么人会看见？伊问这个问题，谁能站得住？羊羔的受气，什么人徛会掉？啊，圣经就结束，咱即章就结束。最后一句是一个问题，即个秘伫石坑的人咧问讲，那真正上帝？公义显现要审判的是什么人会抗拒？因未抗拒，所以因就秘伫山坑，请石头来甲因固起来。秘伫石头坑内底，求石头来甲因压抗。总是会记哩，上帝显出伊的阳光的时，人拢未抗拒，所以上帝特别甲摩西放伫石坑的内底。这个石头是上帝准备的，这个石坑是上帝准备好的。上帝纯粹各用手把摩西遮起来，所以摩西会当面对上帝的阳光，唔免惊吓，上帝该保护。所以你看，只有两个拢是石盘，两个拢是石坑，总是这是上帝备办的。所以有人就把摩西这个经历写到一条圣诗，等下咱来吟，替我打破石盘心，和我秘伫你内面。羊羔第一届来的时，正做咱会当挖壳的石盘，为着咱和兵啊，该协议拆开。那会当秘伫个空隙内面，那会当得到这个救恩的稳定，这是上帝替咱准备的石盘，为咱打破的身躯。你若唔接受伊，你就将来家己爱去找地面上的石头坑来秘伫遐，来闪避上帝的审判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直讲，这个福音你领受，我靠伊就徛会条，之所以徛会条，就是会晓伫上帝替咱备办石盘。各有一个石坑的时，也要凭信心秘伫耶稣基督替咱牺牲迄个坑内面。将来第二届来的时，你就唔免惊吓，家己找石坑来秘，咱来祈祷。主要说你开第五个印的时，光看见有最侪人为着信仰，因做好的见证，甚至因牺牲性命。都是阮反省阮家己，阮淡薄的时间、淡薄的牺牲，有当阿阮就无做。求你帮助阮，无管阮的嘴、阮的行答、
会当为着你加做搁较水的见证。我若讲见主耶稣基督，你恩慈无爱开迄个第六个印，因为你知影，当你甲第六个印拍开的时，就是公义审判的时。你爱阮伫第五印的时，阮有搁较侪人欢喜为着主做水的见证，然后搁较侪人会当去立伫上帝替阮陪伴的石盘，甲迄个空壳内面。日子到你开第六个印的时，当公义的审判来的时，有真侪人惊吓，家己爱找石坑来避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欢喜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基督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咱来敬拜。